我们操作这个界面啊，开机进去之后就进入这个画面。 这些要不要设置？转速，转速，啊，转速最大是50，刚刚说了。温度已经设到42.5度了。它会控的。对，但。
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它的设置温度跟那个当前温度吗？哦，对，设降的，它会降，如果亮起来它会产生漏亮。哦，它会煤气这个温度，它不会，但是它我们亮焦的时候，它也会产生漏亮。嗯，它启动，转起来，从上面投料。嗯。 天然橡胶可以往里面加配方，温受啊，调受啊，对，搭配方调色都可以。然后我们要停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它停止是反转，对，它会反转，防护嘛，防护触发它就反转，啊，就防止安全嘛，对。